喜来人生路，喜歌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到昨昏为止，木秀路这部戏咱就全部看了了。在故事最后，善良的木秀听着讲，原来家己的两蕊目睭有放去救池塘，伊当然是答应。虽然后来伊也知影讲啊，是少夫人故意要治伊目睭，伊阁是无反抗。后人握起两粒目睭的目睭，失去了挖落去的勇气，最后选择了投湖自尽。池塘知影以后，非常的伤心，伊感觉目睭死落，家己的生活也无意义，所以献上了“你为莲花，我为叶”的誓言。最后啊，投湖甲目睭斗阵殉情，戏到这也就落幕了。接下来时间，咱们来看的是梁海静的关系剧团为咱带来的《玉赛段》。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？话唔加讲，赶紧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救兵出救火，
反共，比我苏秦还要好言。哼，既是比你苏秦，要杀便杀，何必多言？来呀，将伊推落去斩了。且慢，且慢。既是比你苏秦，我愿写行死函表，并速约宰一只。上榜，取出门榜首簿。哈！万岁，听。行事行表写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愿年年进贡，岁岁来调，你就回国去吧。是。嘿。将三军，扬兵三年，随我半手回调。
将为全家来。是是在。有事上奏，无事提帮。客诉，何事？高万岁，万岁回朝。客诏万岁，高万岁，万岁回朝。传信，明旨，万岁有旨，高清华进殿。听圣教小点点，秋房宫里喜盈盈。慢慢睡，阿兄快快平心，下慢睡。我兄家为现在，你今兵和边关带水回来，兵书回调，真是奇功不小啊！慢睡呀。今日大战千万兵，万难难万千啊险，生来行事啊，既含标千古玉塞标尽险，归心向清天地浪，万岁千。对西在天兄娘子，太过关来，真是好宝贝啊！天家来为现在，这只玉玺乃是国庆的血战沙场所得，今日讲就将这只玉玺。什么？哎呀，万岁啊！啊，对，受了国万岁处罚，今夜是还，只不过是心不甘愿而已。以贤之见，出家玉玺应该收回国库才是啊！哎呀，万岁啊！万岁！出玉玺乃是国万岁下世的梦事，这得来出宝，应该将玉玺收好国万岁。应该收回国库。应该收好国万岁。应该收回国库，应该收回国库，应该收回国库。好啦，好啦，哎呀，万岁的剑出玉玺，登殿露心怀，万路万殿来下传，我一面里好做主裁，万岁。
铁造万岁，追神像，功盖日月，将玉玺赐予神像，合情合理，请旨定夺。万岁，一改将玉玺赐予郭万岁，显示先生爱惜功臣，请旨定夺。好啦好啦，众位金家不必紧张，各安注意注意，国庆到来，为现在，国安就将这只玉玺树立作为定家之宝，下注龙宫。红雕书一遍，上界回宫。传承，小胆就要回转虎庭。点点割菜，迎接公公放书回来。老爷回府，禀公主，老爷回府。快快出花迎接。是。Thank you.
人是夫，风采受过之时，金殿之上，官僚文武异口同声赞成，唯有最思想心怀不满，恐惊这我心机又算你来哟。阿爹，像那最思想应国清，两人两败为干，又都是小人之心，不可不防哈。不，将大人过府就好。将为大人过府就好，海里是夫，为夫前去陪伴。上殿啊，不用了。现在夫人，像你心怀有因，那你也就去休困去吧。妾身遵命。哎呀，光看这条玉玺，两眼发出光芒。犹如白昼，真是好宝贝，好宝贝哈！有谁可怜呐？谁想顶替？一手顶到不公要不平，国家世代传落去，千秋万代难的命敌。就拿这看官的棒就死。来，高见金光闪闪，替我将伊请下。有车爹爹来了。
在你三更半夜呼叫何事？冰爹爹，你着一名盗宝之贼，盗宝之贼。何风也寒，大家进来盗宝。还不快快与我讲来！且慢，高大人呐。总书，你这点行事情有可原，可惜。还有，弃暗大兵，还过一劫。对，金殿对阵，便可开下无罪。这个么？小那最师兄命我前来盗讨国宝，难是高大人手下留情，我定严死以回命。如今中间已经分清，何可再为追师兄效劳？也罢。郭大人，我愿随你金殿追进。真好，总书你千命大义，害你快快实现，总书请。唔敢。哎，总书又都是四海之内皆是兄弟。来来来，快快随我入来，好宴起了。请请。你好，合作愉快啊！感谢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来这边，好好看啊！小贝，你慢点。哦，真漂亮。周围没人，周边。先生你好。文明观展，展现你我涵养。
先知因我得恩大救，莫非为了出书而来，替我出外接济？罪安判罪，公公接路辛苦，请到后等台地。奉命在先，就此告辞。奉上。九老虎伊那孤清花，看咩又几三天？嘿！
有一种信仰，藏在时光的深处，
在家里找到的是抗美援朝的见证。有一种信仰，值得去不断追寻。我们要挑战用说唱的方式创作一个新作品。有一种信仰，鼓舞着你不断前行。我全国强国有我，青春是我，奋斗是我，不辜负党的期望，人民期待，民族中国向下生根，向上开花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强国复兴有我。建国太千秋，千千秋，欢喜国太，欢喜国太。那究竟是何人？大家做了专户乱计，动动，我是爱国。原来是你这个奸货。难道你就不怕这半个吗？太厉害！要我带你随他变动，怕你天降都会怎么办？天降都会打乱的。Thank you.
变成一般的模样啊？君王，伊用兵。奉旨要嫁三日，西宫娘娘坐了专户乱嫁，奸来动刀，为甚我百般劝解不听，后到一时，请问万岁，西宫娘娘应在何等乱嫁？百户乱嫁，这就到一了。那这专户乱嫁是从何里来呢？什么？哎呀，这。君王啊，臣妾我欲往贤女庙参拜，为了啊，那个好事啊，要不好啊，就来这专户乱嫁。万岁啊万岁，受那娘娘贤太后就来专户乱嫁，这又无什么过问之处啊？万岁，那是西宫娘娘骗万岁，就是大明干啥哩？啊，这个。叫君王到，大大追杀叫，见到地花黄花，使用装户乱计，看在夫妻情分，将轻华路泪湿，见义就来。将伊个性格背咧，哎呦呀！玉西段今日咱就先看到这。对高元帅怀恨在心的水行上高西宫，因会怎样来对付高元帅咧？想要知影，刷落来个前个发展，观众朋友会记明仔日的上一个时